先让你们看一下这台帅气的样子，吼吼吼吼，真的很帅。所以他今天又要破纪录了吗？对，就万go。各位小鸡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 安阿金啊，今天来到了我们传说中的溜滑梯大赛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这个花园银行大楼顶楼的这个加盖的溜滑梯哦、这个溜滑梯算是比较最好的版本之一吧，对不对？观众们也认为说这个版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哦、我们在这个花园大楼顶楼这边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溜滑梯下去的这个，可惜这个花园银行大楼顶楼有一点点太矮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坡道的长度也比较不够啦，不过它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版本了。那今天的参赛选手有很多，哇嘞，这边就已经露馅了，有没有？这边已经有一台火箭车，他就是我们今天要参赛的选手之一。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参赛选手啦，例如这台，我们这一台 Toyota 的非常非常久远的车子，这一台我记得叫做什么，这边有写 2000GT， Toyota 的 2000GT，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的老旧，而且这一台是右驾，后面还挂着这个日文的车牌。我们先上去看一下这个内装。其实 Toyota 以前这种车做的跟这个法拉利其实还蛮像的，哎，我说那种旧款的有没有？是很流线、很帅气啊？为什么 Toyota 后来车子就没有那么帅？以前还有透露出这种美式的风格，其实还蛮美式的，美式经典车内装就是这种非常老旧的车子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速度到底会是如何哦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2022个喜欢，因为是2022年。然后还没按下订阅的观众朋友，觉得我的影片不错，就订阅下去吧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，走了，全速前进，呼呼，我在飞哦。走咯，可以呀、好像很普通，只到桥这边而已，只到哇嘞，只到下水道这边。可是毕竟它是一台非常久远的车子，我觉得它到这个下水道也算是蛮不错的吧。所以这台车分数我给它60分啊，有过这条线就算60分吗？之后再定义这个满分100的话它是几分好了，因为这边真的很近啊。然后再来我们要测试的第二台车就是这台，它躲在非常的角落，我们把它开出来，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泰皮斯达，这台就是我们 GTA 内建的车子哦。我希望它可以跟这个桑托劳一样有良好的成绩啊，因为毕竟桑托劳现在是我们的扛把子嘛，除了摩托车以外啊，摩托车太犯规了，可以飞到外海去。那我觉得最有潜力的目前还是我左边这一台火箭车啊，等一下就去测它好不好。来了，我们 3, 2, 1 go， 我们的泰皮斯达到底成绩会是如何？飞，至少要超过那个下水道吧。阿林，你没有超过下水道，哇嘞！甚至他飞的距离比 Toyota 那台经典车还要差，哇嘞！这一台车太令我失望了，失望透顶。我以为他是可以带来另外一个榜样，有没有？除了桑托劳以外啊，真的找不到其他车哎。哦，我这边收到一个观众来的消息，他说本职 XF 可以超越桑托劳，真的假的？不要骗我啊！我们不知道这个观众到底是真还是假，我们就叫出来试试看好了啦。好啦，
这一台就是我们的本质 XF， 那在真实世界上应该是柯尼塞克的某一台车啊。那本质系列也出过很多车啊，不止 XF 这一台，它也有后面我忘记它型号什么，反正它很多台就对了。我们给这一台本质 XF 一个机会，它究竟是否能够超越桑托劳的成绩？走了。等一下，他卡在地板啊！不是，我感受到他好像蛮快的，但是是不是下巴去卡到？有点尴尬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。没想到这一台会去撞到下巴，这样子我为了这个火箭车捏了一把冷汗啊，因为火箭车可能也会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形，所以我们这台本质 XF 究竟能不能超越桑托劳？拜托不要卡住！必卡我嘞，他被卡成这样还飞到这边，还是我速度太快？不然我不要全油门好了。好，没想到我们同一台车操了三遍，我们这一次歪一边好了。全速前进，不行啊，好可惜啊，这台车，我尽力了。好不好？他们这台车就是会卡住啊！再来，我们的这个第四台是我们的这个法拉利，非常非常旧的这个车子，就是375 F1。哦吼吼吼，也是一台古董车啊！但是这台应该算是方程式赛车吧？是吗？超级老旧的，反正应该不是街车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法拉利，毕竟是跑比赛用的，应该不会太慢。哪乐队来了 ？3、2、1，Go！ 走了，全速前进！哦吼吼，可以呀、可以，好像见高不见远，飞超过，哦哟，可以。至少他有超过这个，对不对？超过这个下水道啦！你干嘛？你想过是不是？这个火车想要跟我斗啊！看来我们最后还是得有请这个最强的这个什么火箭车。我们的火箭车在这边，它就是我们的最强的象征。我只怕它的这个下巴去撞到那个溜滑梯的底部啊，好不好？希望它可以啊。那我们先把车子移出去，毕竟这边有点狭小，要移出去也不是这么简单。真的啊，这个场地设计太小了啊，卡住了。好，先稳定好，先让你们看一下这台帅气的样子，吼吼吼吼，真的很帅。所以他今天又要破纪录了吗？他可以破纪录吗？我觉得好像可以啊。我们该来的总是要来，来喽，我们准备要开始喽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哦。3、2、1，Go！ 等一下，他要直接飞出去啦！没有办法加速啊！等一下，重来！这太夸张了。来，他或许根本就没有跑到可以完成他这个速度，所以我们从上面就开始加速好了。还是上面慢一点，好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。慢一点，不要让他飞起来，飞起来就没机会啦。好了，准备好了没？ 3、2、1，Go！哇塞，这么短的直线它直接飙到 700， 这么短的直线但是完了，我们的火箭车也一样卡一样的问题，又 GG 了。看到我要直接从这边飞出去了，直接来从这边来了。 3、2、1，Go！ 呼呼，哈哈，直接硬飞，但是因为没有坡道，所以还是不行啊，他只能到这边而已啊，傻眼！既然他没办法飞成功，我们就我们换个方向帮他飞一下好不好？不然每次这种车都没有参赛权对不对？
好，来咯，我们直接走上坡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被弹射出去了？我在飞哦，走喽！怎么结局是这样？我以为他会一个很成功的发射啊，结果没想到我被弹射出去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